谢谢大家，全剧终死透了。有一种我全部剧情都知道了的感觉。妈的逼！关于惊叹记号。起来，大家平安！喂，快起来呀、啊，大家平安！妈的，好像一直在喊什么口号似的。为什么会跟你在双人小套房？五年过去了，不要再炒冷饭了，我受不了了。遭追捕的勇者，干！为什么大家都要追我？千钧一发，操你妈的！我是勇者哎，抓敬老尊贤吧！哎，没有，我才16岁，抱歉。三小，为什么有 LZ？看你怎么不跟我讲话，奇怪。修女姐姐，你好正哦！只是年纪大了点。
干，你怎么到哪里都有东西可以嘴？主人很雷，你就怎么样揍他，把他揍到再也不敢雷为止。把脸遮住。We are no man tea。我在练 party 的时候，如果也这样，应该也不会被认出来。卡缪加入成为伙伴，看起来蛮可靠的。莫名其妙觉得他好像蛮强的。但联手技是由两名以上成员同时施展的强大招式，只要满足条件的伙伴接触于定程状态下即可使用。目前是为两名成员进入定程状态下可用的联手技，有机会请试着施展看看吧。哦，有个女战士。这个女战士、欸、不是女战士，好丑啊！使出暗影攻击，打倒招式看看吧。双方处于定神状态就可以使用联手招式。推荐合集。看这个视角，真的会让我眼花、欸。老鼠，魔法小兵，这个血剑可以爬。兽皮儿，小巧鳞片，这怎么看起来也不是宝箱柜的感觉。这个年代应该不会遇到宝箱柜，尖帽子，应该说这个时期应该还不会遇到宝箱柜。哎，可以用卡面的，哦，还有专用武器，灵巧，哦，给你尖帽子，这里是哪里？哦哦，先来用个联合攻击看看。啊，那我要怎么进入定神状态 ？Moon Sakura 五四零，干扰我有秘密，尬到早上了。怎么尬到早上？想开尬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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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斯卡拉。好。
通，大家平安的过程。两点，哦，他防御力上增加这么多，没有什么。哦，30点经验，蛮肥的。侯一米，项目回标，回到士兵的界。还要看持有，我看回目标，啊，哦哟，但我没有进入定神状态啊，快进入定神状态！呼叫了伙伴，哎呦！哎，大哥，不用。干嘛这样？人家也是很努力啊，先投一波大家庭。哇，好强啊！妈的，民国几年才会进入那个进入大家平安，不是我说定身状态，定神状态。现在探险一下好了，我看可以在这张地图练到等级10了。让我进入大家平安状态啊！哇，这是怪 ！OMG so carry， 感谢哦，有可爱的狗狗 ，miss， 幼崽爆，我干幼崽爆好痛！大家平安的伤势回复。好痛！啊，法宝的幼崽爆，虎山小兰智障。干虎山小兰智障！干叫山小兰！哎呦，好痛！斯卡拉，哎呀，好啊！哦，大家平安提升至等级6。卡缪提升至等级6，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念？摩伊欧缪还是摩乌木啊？哦，
神迹，既然都神迹了，我还不点，干你妈！哎呦，蒲公角哎，好梦。幻影电步，干蒲公角哎。回力镖技能，二重拳，金属回力镖啊，挂。能够割裂金属身躯的异状利刃，攻击全体敌人。还不错啊，对史莱姆系敌人特别有效的全体攻击，二重切，强力投石，不错啊！哦，焰斩，噗！哦，先点这个四，回心率加六啊，好贵！勇者第一个是定神状态，我干你妈的！哦，哎，这也是怪，妈的！我想到这是什么，砍下去是怪的。补三小啦。我要死啊！我的戒指好多。稍微探险一下这张地图。这一坨是什么？这是怪吗？没有，它就只是一个石头。那个白白鬼，这白白鬼到底是什么？怎么好像什么都跟他有关？我干，白白鬼骗我！定神状态，ポクロ力見せて！卡缪，卡缪不要再累了，卡缪快变身啊！哦，红眼石，卡缪不要再累啊！卡缪。卡缪定神啊！你到底要不要定神？干，我的定神状态快没了。怎么都不定神呢？我按你攻击，我感觉很有一回事。爱攻击，攻击大师，拿到一个成就。
这样，好烂。跳不下去。抱歉，群体攻击好强啊！看来我就是坦，做一个勇者，一手拿剑，一手拿盾，好像也是合情合理。有幼崽爆啊！我是一只豹。好痛！你不对，你看看。人爆！别咬我！东西拿了我就走啦。有杀人爆，中下去我就射了。啊，我用屁眼看都知道，这个时候不要去招惹杀人爆。大家平安发现了力量种。打个熔融压就好。火焰斩！哦呦！我看。火焰斩兵卢拉还好用，我不是卢拉，那个叫什么米拉。好像有马，打点怪吧。
种实况，这种游戏实况起来比较麻烦的部分就是需要的人。赞，他跟谁比赞？大家平安，没有受到伤害。看我来 ID 真是取得很赞，还好我没有重选。我的塔缪的那个命中率越来越高了。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谢二十枚，三个人都处于定神状态下才能使用连锁技能。这是有没有设定的选项？哦，系统设定。然后我就可以把整体音乐调大声一点，这样子应该还好，可以吧？领取礼物哦，早鸟过路特点，爆发后彗星，幸运彗星。哦呀，恢复道具组，哦早鸟呢？开玩笑。哦，我什么技能终止呢？开玩笑。呀。啊，还有分哦！最大上场人数就是4人。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游戏，如果后辈的人也可以做事就还好。我不太喜欢你能带上去打架的人，就只有几个。阿赞讲错是参哥。真想啊！我的兼职增加美妙背心、金光闪闪背心哦，卡缪帮我赚钱。啊！我
是鸭。轰！红浆，浆浆浆浆，是红浆果哎。应该先去劈那个曼德拉草。超没意义的。看到那个白白骨。第一次吧，想对您说甘霖亮啊，对了，还有我爱你啾咪，你又弹两次了啦，靠边。废物堆。你才废物！哎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废物。再见，女人，再见。你怎么没死人？气哦！哦，这里竟然有神殿。我倒是觉得勇者斗恶龙的这部分非常浪费时间。这个视角真的是不太好。跳不上去，这是卖武器的是吧？麻烦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没钱，我没钱。项目回旋镖，好烂，不要。
我可以。杰特是躲迷藏高手。哇，这可以到对面去了，太屌了！我看到白白鬼。速度种子。跟新的一样，前期王虎爬上来最好给我一些好东西了。向前进展，好久。最后还是掉下来。可是刚刚走到底还有没有东西啊？刚走到底应该还有东西吧？先往前看一下，道具点。哇，这个小姐一直在咳嗽，好可怜。追查待客的行踪。我在哪里？啊，我想要先去把我刚刚那个没有走完的地方走一走。三小，我千辛万苦走过来，只为了砸两个烂吊瓶。
干你妈的！后面那块板子很适合睡觉。这个，大家平时睡得不太好。干！操！我的钱呢？我的钱呢？我的钱没有了，我的钱没有了，免费占卜，还是下地狱去干你！两句。红头发，滚！滚！哦，那什么超屌勇者之门，里面还有勇者之宝箱。然后动作看着超猥亵。哟，汽油。哎呦，烫了！睡前最后一斗八十八，谢谢八十八。我看你是蛮有钱的，感谢感谢。他这要怎么上去？这里
搞啥小操林呆，滚！啊，我不是操林呆，我是欧巴桑。嗯，给你，这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，加起来差不多200块左右。你的手脏脏，擦一擦。哎呀，大摇大摆的进去了。啊！啊，阿莲娃，美女。哦，魅惑成功。哎呀，是红发。修好。我有看到哦，老板娘说是胖胖的、啊。她刚刚的美女。这条狗啊，狗，汪汪汪汪汪！红枪果和圣水。啊！我记得我有红浆果，红浆果有啊，我还有马粪，吃起来辣口的红色果是圣水，圣水是道具店才有卖的。哦，原来可以切四角。太神啦！哇哇！哇，这狗的模组做的还蛮好的。你看那个狗的跑步动作跟停下来的动作。Thank you.
嘿嘿。哦，喂，大家平安，成功了。哇，下面的那个载入中，我可以看得出来，我总共会有七位伙伴。又回来了。哦，应该就是那个吧，之前说没有开业的那个房子。先把这一段剧情结完啊，应该快可以休息了。今天的开台快结束啦，差不多在五个小时。打到吐血，死胖子，你给我出来！哦，看来是一个面善心恶的好几百人哦。你开了店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开的这家店看起来真不错啊。我靠，还有老婆。你老婆看起来真不错啊。是不是？事实证明，有经营头脑的人，有社会手段，有社交手腕的人，才会有老婆。聊天室肥宅不用想啦。没有问题，我是大家平安，你也会很平安的。
好的，直接前往下层回家吧。哎，它里面有红点，看见了红点。妈，你老婆真不错，希望不会有个勇者跑过去偷走他两把。哦，修女姐姐，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那个什么森林之类的地方。怕？哎，他们怎么了？喜欢喜欢，我太喜欢你了，太好看啦。Oh yeah。すごいね。七位伙伴缓缓地蹦出来。哦，好的，差不多了。我们要去拿普加纳丛林，哎，先去一趟好了，看里面能不能记录。如果能记录，还可以顺便练功。因为晚上才有人怪。啊！好多只。大家平安的功夫，哎，我明明就先砍他了，还是他已经发现我了，就没有太好的效果。他都已经跳金蛋的话，我不要砍他比较好，不然就被他们升级攻击，很亏。
幼崽豹。木进化。哦，别别啊！看你怎么跑这么快。到了，拿普加纳丛林。哦，这里竟有道具店。哦，都是垃圾。要操！前面一副他妈有什么巨大怪物的感觉，打王是吧？也不是打王，他就是那个烟雾怪。药草。有史莱姆，我们看见超级的感觉，并未睡着，那你。草原清道夫，烟雾怪出现，烟雾怪突然疾驰而来。啊，三小，我明明就那个，明明就先知根。我操，别吐啊！哇，别吐啊！啊！别他妈再吐了！火焰斩！哦，魔法手。这个死鬼！啊！啊！我是死狗。卡缪都没有那个，都没有。他们永远是满的，太莫名其妙进入竞争状态。哦，看来樵夫小屋是我记录的好地方了，打到樵夫小屋记录吧。干！大家平安的重击。啊，我怎么没升级？啊，看！这什么东西？耗了存库，一堆奇怪的香菇怪在发呆。
小徽章。小徽章，我记得后期可以来换一件不错的东西。死猫！我是一只猫。呀、yeah, 大家平安齐升至等级八了。大家平安获得了鸡啦。哎，干！我刚才碰到史莱姆。为什么都咬我啊？干你娘！我认账。吓得不知所措，我怕。你是主动攻击，我觉得你不知所措的样子。哇，上家里养了一头牛。可惜的你，好像是空的，敲断了。不知道哪里是哪里。哦，干！下面有一只食人魔哎，好酷啊！叫樵夫小乐，Music Star 725A， 感谢。参哥早。哎。看你脚这样放，会脊椎侧弯呐。神奇锻造台，瞧一瞧，神奇的事发生了！太屌了，你从哪里扛出来的？
神奇锻造入门，学会了神圣短刀青铜剑的配方。哦，那你要免费送我一把剑的青铜剑、短剑，短剑只有你能用，那我要拿一把新的剑。哦。太神啦、啊！敲打来锻造，再用完成指令来完工。蓝色量表会结束，停在绿色。来敲，来敲，敲，来敲。哇，这个还蛮好玩的。哇，暴击，品质相当好，完成。哇，这个还蛮好玩的。成功！把青铜剑加二，赞！赞赞赞！哦，蛮有一回事的。哦，只要完成就可以获得重铸宝珠，变个重铸。失败装备我会消失，还可以加。哦，这么加，赞赞赞！那再做一把单手剑啊！可是到现在拿的是那个。回旋镖先不用好了，真的假的？第一次锻造就成功，太神了！今后可以在营地里面锻造了，太神了！噔！哇，有一只死狗！哇！哇！为什么突然出现一只死狗？看来要我去左边那边往上爬之类的。而且好像路上遇到这种死狗，它虽然不会加入战斗行列，可是它会在后面哭吧，然后好像还是有实际效果。免费的宝箱，阿卡呢？0221，感谢。哦，用鳞片来制作，学会了鳞盾跟鳞铠的配方。CTH50306，感谢。三哥晚上好。哎，那我要做鳞铠。哎。不是、啊，我要做灵铠啊！不是、啊，我要他妈做灵铠啊！我要怎么做啊？哦，要露营了。要做灵铠，灵铠可以要有加灵盾，灵铠哦，灵铠加好多，我要灵铠。开枪！哦、枪！我、哦、干这个好稳哦，枪！哦，枪！哦，超会枪！完成，Success！ 你开加了，这个重铸到底是什么？使用三个已重铸哦，不用，这样就好了。
啊，干，糟糕，我都忘记了，我现在有性急背心跟爆发护肺衣。可恶，那不应该做零卡，应该做零度，失败。好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啦、啊。死狗跑过来，这死狗做的超可爱的，哇，记录了。哇，打到现在已经应该打三个多小时了。三个小时半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不愧是我们勇斗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累死了。好，之后我们就慢慢的朝着这个游戏破关为目标吧。我们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慢慢打，所以其实还好。好，明天是礼拜六，有空我们再开台。感谢各位收看，再见。